大家好，我是 Raid， 欢迎来到 Say Make。 我们将借由这次的教学，让即使忘了档案名称也能顺利找到资料。 Finder 侧边栏里头的搜寻目标，在预设的情况下按搜寻性质去分有两大类，而其中有六种搜寻条件可供使用。若哪天忘了档案名称的情形发生，就去点开侧边栏的搜寻目标找找吧。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，欢迎造访 Say Make。